summer 会头很痛，忙，因为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忙碌，对，我也很担心他昨晚会睡不太好，但其实很快就听到他的声音。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生活小习惯，就是他一定要听到我睡着的声音，他才会睡觉。因为我如果他是醒的，我才能睡；他如果先睡，我反而会失眠。我觉得睡很好，我也没想到我倒下去就睡着了。今天除了我们自己的婚礼以外，最主要要感谢很多朋友，包括媒体朋友，包括长辈朋友、家人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们。真的很想感谢大家。然后，那这个 party 其实，还是给大家的，是为你们而办。对，少爷是几颗吧？这就之前他求婚那颗啊，你没看到本人对吧？13.33，他就说一生爱你，数不尽。但是这个钻戒大概多少钱？因为这么大，肯定是8位数以上啊，一定要上8位数。现在互相称呼对方是。其实我们真的很少称呼彼此老公老婆，没有哎，偶尔很偶尔会讲爸爸妈妈比较大，因为我们很多那个阿狗阿猫嘛都是我们的小孩，对，所以我们都称爸爸妈妈。